由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办的全国青年乒乓球锦标赛昨天在威海开赛，来自全国310多名青年运动员参加比赛。据了解，此次比赛中获得男女单打前2名的运动员，以及获得男女单打前8名的特殊打法运动员，可直接进入国家青年队。